原本是宁静的校园，谁知竟发生骇人的疑似中邪事件。根据新州日报报道，马来西亚一所中学日前上课期间，一名女学生突然有如中邪，先是低头不语，接着把脸贴在桌子上，又发出尖叫并开始哭泣。老师要大家冷静，并要大家诵念可兰经，谁知班上与别班又人开始尖叫大哭，校方紧急将学生带离教室，并决定提早让学生回家。马来西亚过去数年间曾发生过多起类似情况，当局表示已委请专家深入调查，希望能找出原因。国际东兴综合外电报道。